沙滩上，阳光照耀着我的心房。我们开始跳岛，今天从 A 岛到隔壁的 M 岛，然后再从 M 岛到隔壁的 T 岛，所以极地群岛三岛。它慢船只有上午8:30跟下午3:00一班，然后现在其他都是快船。这个 A 岛到 M 岛的，然后其实就是在这个码头买票。哦，坐车了，走走走走走走。我们今天坐不淌水的，10分钟一班。轻拂耳边低语，海浪拍打是爱的秘密。我在这天堂自由飞翔，潜水时感觉时光停顿不慌。白天的阳光照亮梦想，夜晚的星空对我轻轻唱。Hi, I love you. Hey, doggy. 5分钟就到了。其实它是有班船的，班船是8:30早上一班，我们太晚了，半个小时。然后下午3:00也有，价格便宜很多很多，就20000块钱就可以了。那五分钟都没有坐热，我感觉我刚坐上去。40块一个人就好玩。那这个水很美耶，这个岛。看到没有，很干净，比上个岛水美很多。这样都可以浮潜了，没有鱼哦。这水比那漂亮多。这个是我们今天订的房间啊，大概是250万。哎，我们这次是没有在网上预订，但是来之前是看了几家的，所以我们备选。我发现这边一个定律就是做生意都很随性，我们今天看了好几家酒店，100多块、200多块、300多块钱的人民币啊，房间都是一模一样的。刚刚看了一个350万，然后这个250万，这个250万比刚刚那个350万还要干净，还要好。然后还看了一个人民八十五万的，就是人民币400多块钱，那个房间跟这个也差不多，只是稍微整体环境要好那么一丢丢。我觉得好搞笑啊，我们每次出来订房间真的，虽然我们现在也不挑，但是有时候我就被他们这种做生意的方式给惊呆了。所以如果你的预算有限的话，就是其实没什么好挑的，我觉得订便宜一点反而好像更划算一点。如果预算充足的话，当然是越贵越好了。500块钱以上的酒店我觉得应该是不错的。笑死我了，这是我们今天订的房间。你等等我看开一下。我灯开一下。上岛后酒店安顿好，第一件事情呢肯定是要浮潜了，毕竟这么好的水质是可遇不可求。我们选择的浮潜点的位置呢是在码头的另外一边，这个岛上的交通呢依然只有码车和自行车。 M 岛整体比较小，横穿整个岛走路也就10来分钟的事情，所以呢我们这次是没有租自行车。码头的另外一边呢，除了两家好一点的5星级酒店呢，几乎是啥也没有。但是这个位置呢是可以看雕塑的，极地群岛这三个岛看雕塑呢都是在这里，所以每天三个岛源源不断的往这里输送客人。水质虽然不错，但是随时随地都是人山人海的。浪太大了，
湖浪很大，但是还有很多人呢，我们要回去了。浪真的好大。现在中午时间了，12点左右，1点半。玩完水了，然后现在时间特别饿，然后现在在 M 岛，没有 A 岛热闹很多。这个岛好像是比较原始一点，但水真的很漂亮。是我的消费也，我觉得也比那个 A 岛便宜一些。我们刚才设施稍微落后一点，有点跟不上，但是它的水真的很美。就类似我们之前在马尔代夫去那个马布什玩，马布什很好。热闹，但是旁边的古丽就比较冷一点，但古丽的水就比马尔代夫漂亮。很明显，这个也是码头这里，我觉得应该是最繁华的地方了。你看看看，真落后啊，跟 A 岛比差远了。但是它的水真的美，超美超美，好美啊！路也好原始。沙滩上，阳光照耀着我的心房，海风轻拂耳边低语，海浪拍打是爱的秘密。我在这天堂自由飞翔，潜水时感觉时光停顿不慌，白天的阳光照亮梦想，夜晚的星空对我轻轻唱。没那么多，所以这边商业发展的没那么好，就商业发展不够好，所以客量不多，还是客量不多，商业发展不好。客流量不多，所以商业发展的不好。因为旁边几个岛都还不错，旁边一个 T 岛、A 岛都还不错，这个岛像不是很，生意不是很好。我在这天堂自由飞翔。沉睡时感觉时光停顿不慌，白天的阳光照亮梦想，夜晚的星空对我轻轻唱。可惜了，这么好的环境啊，贼荒凉。我们刚刚看到那边有一个地在卖，嗯，然后现在卖多少钱也不知道，反正就是这个地可以。你去打电话问一下。可以卖，可以。我在这天堂自由飞翔，潜水时感觉时光停顿不慌，白天的阳光照亮梦想，夜晚的星空对我。你知道游泳是有多累你知道吗？所以你饭一吃就饿，饭吃一次就饿，一天能吃 好多顿。我们来晚饭。帅吗？